民谣的特点。民谣。或者民歌是民间流行的、富于民族色彩的歌曲。民谣的内容丰富，有宗教的、爱情的、战争的、工作的，也有饮酒、舞蹈、作乐、祭典等等。作品的来源主要有两种倾向，一种是根据古老的传统民谣改编的曲目，另一种是按照传统民谣风格创作而成的创作民谣。民谣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风尚，因此各具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，如法国民谣的蓬勃、意大利民谣的热情、英国民谣的淳朴、日本民谣的悲愤、西班牙民谣的狂放不羁、中国民谣的缠绵悱恻，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质与色彩。